厉害了厉害了，只用山谷炮楼物资吃鸡，我敢打赌整个山谷的炮楼怕是不超过五个，我也很迷茫。呀，这么肥呀、啊、貌似跟海岛的炮楼不太一样哈，如此一来倒是多了几分期待呢。万万想不到这是炮楼，就一个炮楼而已，瞧瞧我都得到了些什么。哎呀，竟然这么肥，以前岂不是损失了一个亿？高兴太早了，下个炮楼也不知道去哪儿找，小伙伴们知道哪儿有吗？快看，下面太热闹了，这种热闹不看白不看，不过最好不要插手，否则容易引火上山。尝尝我的子弹，忍不住啊，敌人就在你眼前转悠，你能忍住不打吗？耶，又一个闻声而来的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酷，损失一定要乘胜追击，打得他们满地找牙。捡个漏，你们打你们的，我的要求也不高，没事偷袭两个就行。别动了，打不着了。得，白忙活了，输出一万点伤害，啥也没捞着。捞着一个，哼哼，我也不容易，耽误当事人大量的宝贵时间，最后就得到三个人头，这波亏大了。No!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，究竟哪里有炮楼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看，这不吗？什么情况？有没有这么无聊？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人吃饱了撑的来搜炮楼吗？空欢喜一场。哎呀，不好！更可恶的是，这个人还没走远，抢了炮楼还要杀我。我跟你有仇吗？哎呀，又来一个！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动口不动手，今天你放我一马，明天我收你当徒弟。太残忍了，两个打一个，没完了吧你？本大人连个防具都没有，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竟然嗜血反杀，这也太厉害了吧。哦，两瓶饮料都用掉了，别提多心疼了，现在我的要求也不高，找个炮楼来几个绷带就行了。出球了，完了，没有了。不是吧，整个山谷就俩炮楼吗？开玩笑的吧，两个炮楼山谷的安全如何保障？这玩意打仗的时候可有大用处。我晕，就很绝望，圈小了，能搜的地方就少了，我也要穷死了。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坚持就有希望，还有个人间，欺负他。哇塞，竟然不是人间，装得太像了，差点阴沟里翻船。所以说谨慎还是有必要的，你瞧我没事就翻船。再来一个炮楼吧，总不能就两个吧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有点熟悉哈。什么鬼，竟然是我搜过的。就在我略显绝望之时，忽然看见了曙光，来个绷带吧。绷带来了，还有二级头维克多，三级包 MK12 啥的，你说多气人吧，穷的小叮当来个三级包有啥用啊，能装满吗？最需要的是防弹衣，防弹衣呀、啊、是绷带，没有防弹衣出门要谨慎，尽量少凑热闹。这枪真是，谁呀、啊？干啥呢？要偷袭吗？我先开的枪啊！之所以这么说吧，就是想甩锅，是没有防弹衣的问题，与我无关。